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等待已久的房子终于好了，但首先要先去验屋。那关于验屋呢，我自己比较在意的有下列几点啊、第一个，窗框周围会不会漏水？第二个，浴室排水和干湿分离会不会漏水？第三个，瓷砖空心以及插座的火线中性线正不正常？那关于插座火线中性线的问题呢，大家记得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。像110伏的插座，火线是带有110伏的线，那中性线一般是没有带电的线。那插座上只有两孔的话呢，长的那个是中性线，短的是火线。那验屋公司通常会去测插座的火线中性线，但如果是自己验屋的人，很多人都是只用小夜灯去插，就像这个照片一样，不管火线中性线有没有接反，灯泡都是会亮的。但是呢，如果火线中性线接反的话，除了日后水电工人容易误触，也会影响到电器。那有一些家电用品是会有开关的，那就像小夜灯上面的开关都是控制火线的，就是去断掉火线的电。那接反的话呢，电器上的开关就是变成去断掉中性线。所以即使电器上的开关是关闭的状况，你的电器内还是会处于一个带电的状态。那这种状况使用久了，电器可能会比较容易坏。如果没有专业的仪器去测插座火线中心线的话，也是可以用三用电表去测插座火线中心线有没有接对。那真的不要觉得接反也没有关系，反正你可以用，可是毕竟正确的接法就是要正确的去接它。好啦，那像我找的验屋公司啊，验完屋之后会帮忙写上缺失，然后和工地主任一一确认缺失的地方。那基本上我之间的建商是不认验屋公司的报告，只认当天验屋手写缺失的部分，所以这边大家要自己和建商协商好。那验屋报告就是我自己复验的时候可以对照着复验。验屋当天呢，有蛮多的设备都没有装，像是主浴的洗手台、浴柜、毛巾架、卧室的门、窗户的纱窗、瓦斯炉的管线没有接到瓦斯炉内。那设备的部分呢，建商是回说会等到交屋给我的时候才会装好给我，原因是因为怕被偷。但是就消费者的立场来说，我出院的时候这些东西没有安装，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呢？加上验屋公司也请来的，结果没有安装也验不到，出院的感觉就是很粗糙啦。那整体验屋验下来呢，大多都是油漆脏污、不平整，那这些都可以请建商做改善。但如果你未来会装潢，那全部都重弄油漆的话，那也就没有关系就是了。那还有一个是我客病的时候并没有要求增加厨房的地牌，结果建商帮我做了一个厨房的地牌。另一个就是我有新增穿墙套管要接出去工作阳台，那结果没有做到。另外啊，我客变也有退掉踢脚板，那结果退掉可以发现墙壁跟瓷砖的地方呢没有清理干净，那墙壁也有很多的脏污，那这个就非常的明显了。那基本上呢，大师的房子呢，窗框处和浴室呢，基本上都是没有漏水的，冷气排水也是正常，加上客变移动的墙壁呢，也有移到我要的位置，所以光以上这几点，其实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个，基本上呢，如果你有找设计师跟冷气行的话呢，也可以在验屋那一天呢，请他们来丈量，那这样子设计师也可以和冷气商直接做沟通。天花板以及冷气管线该怎么走？
这是在做的吧？我们要先。这个仪器是在测什么？这个刀子。所以我觉得这样 很不方便的，你看，就是我要切换。切换。我们分两次调。好吧，很熟了。很精进哦。感觉这个用久了激光也会有问题。对啊，我一定不想弄。那上不上油？我只要弄到这边就好了。啊，你说你直接手挂对吧？这样子就好了，我就故意弄这边就好了。没有道理。我气都比你好。没有啦。做测试的，因为这是积在这边，然后要把它散掉，不然的话又比较会好散，是比较散大的部分。对，哦、嗯。所以说你有肉的话，它会积在这上面，它会比较轻。嗯。感觉有几块，你就把它散掉。我是外国人。他是外国人。我是伊拉克。伊拉克。对。这边是大师主卧室的浴室，浴室墙壁的瓷砖有蛮多是空心的，那业务人员就告诉我说建商大概会怎么样的处置。老实说我自己实在是很怕瓷砖空心啊，因为我自己很怕建商是用敲掉的方式重新铺一个瓷砖，但又怕敲掉的时候旁边好的瓷砖又会变不好了。在填缝，或者是说拿吸力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那今天是大师的房子要开始验屋了。今天验屋要干嘛呢？就是找个验屋公司来帮我验，要不然我根本就不会验，而且我也不知道看什么。所以呢，今天请了一间验屋公司叫做荷兰，那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荷兰郑先生。先生你好，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是说，就是建议消费者买了房子之后，建议他们去找验屋公司来帮验屋吗？我还是会建议大家还是找验屋公司啦，反正不一定要找我们家。那个验屋这件事情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买保险的概念，好像在当初有检查之后入住装潢之后，才不会说才问题慢慢的显现，才花了更大笔的钱去学这个经验。另外一个问题是想请教郑先生，就是的验屋公司那些验屋的人员是会有一些证照之类的吗？在加拿大是有一个叫 inspector 的那个验楼师的证照，那在台湾在内政部是还没有颁布相关的从业人员应该具备的证照。那比较接近的部分是具备工地实务经验的土木结构技师啊、工地主任、品管人员或是甲级店家等等。好，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，那在验屋的话，有哪些部分是会比较注重的？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会是漏水的部分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在意电磁波的部分，还有一些用电安全。不过随着每一个建案的形态跟法规年份、环境地点可能不同，所以我可能还是会建议屋主就是全面检验这样子。是。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，就是。从以前验屋到房东验屋这么多件，那真的会觉得验屋的时候啊，建商会不会觉得也是在刁难，或者是会觉得比较有防备的感觉呢？都是基本上都是建筑工程师出身的，所以对于这些品质瑕疵的认知会比较相同，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建商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协助交屋的一个桥，他们能充分理解。再来就是说，像你我们会去帮你看一些以后使用性的一些可能会出现的困难，还有一些隐秘性的瑕疵，像天花板的部分，打开上面有什么东西，我们一般消费者不会注意到的。没有找验屋公司的朋友，那也可以自己买楼梯，打灯泡，这些都是基本的配备，也可以自行验。就是还是可以自行验，只是可能会花时间蛮久的。你大部分应该都是第一次验屋了。也谢谢他来帮助大师来验这个屋子，那也希望大师的房子入殓之后可以顺利的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就是在这个开箱的影片，那在最后再次谢谢荷兰验屋的郑先生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